那个时候都没有结婚。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，安葬抗美援朝志愿军忠烈英骨。参加今天仪式的有退役军人事务部党总书记、部长裴金佳同志，中共辽宁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同志，北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赵志丹同志，省政协主席周波同志，省委副书记、沈阳市委书记王兴伟同志，中央宣传部、中央对外联络部、外交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退役军人事务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相关四局的负责同志，中央和国家机关青年干部代表、省委常委、省人大常委会党总书记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府、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、省直、中直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、驻省解放军、北部战区陆军、武警部队等单位负责同志，以及志愿军烈士家属、部队官兵代表、航天英雄、奥运健儿、港澳台青少年学生、少先队员代表等。我宣布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现在开始。交兵队队转成起步走，
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。请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、部长裴金佳同志致祭文。为公元2024年11月29日，中华军民谨以鲜花雅乐致祭志愿军烈士之灵也。夫明道正德，不计功利，况完存寒齿，必离祸殃，数笔耕耘，虎奔东柱，举国祸顿，赳赳昂昂，以习吊民，为人为义，摧坚陷阵，克勇克谋，银山对决，敌破阵塞，长津鏖斗，我武为扬，突破临津，是迅雷之南掩耳，阻击之浦，若熊皮之鹿搏足，上甘坚守如金汤，长下反击赛鹰隼，血炎冻户，启寒壮士赤诚之心，沙场炫腾，不以英雄磐石之志，浴血百战，捷报频传，中靖捷坡，再至安泰，乌虎将士，华夏凤麟，未尽梁栋过煞之才，竟酬以身报国之宴，一朝除谢，万户四身，银山苍苍以默哀，江水汤汤而悬恨，岁月流迈，创怀长新，殊不一生，自恃取义，精神耿耿，千载阳光，领袖夙愿，钟鼓还乡，礼尊国典，情义四方，鲲鹏迎卫，水门洗尘，菊荒松翠，雅乐盛陈，魂喜归来，云旗飘扬，报功欠善，令德孔彰，魂喜归来，征耀国华，又启世人，踔厉奋发，敬业精进，勇毅侍从，孜孜铭体，赫赫建功，中华复兴，国泰运通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。脱帽，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，一鞠躬，二鞠躬，三鞠躬，
鸣枪向志愿军烈士致敬。外面向右退，鸣枪致敬，举枪。起灵，起不尊，列军，敬礼。
好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沈阳烈士陵园的现场最新画面，第十一批43位英雄英烈将永远长眠于此。去时少年身，归来英雄魂。43位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们，终于魂归故里，长眠于祖国的怀抱，向英雄烈士们致敬。